位，唔知你想啥？原来我种的是白哦。好啊，新新糖哦，足调皮的哦。调皮。想要欺负你的棉花糖啊！你真好玩。长寿福万同，哈哈哈！吃好吃好，啊，这房间哦，拢重整理过啊，啊，你看你哥有啥物需要，再跟妈妈讲，哈。行，你回心嘛，多谢妈。拄只真正食着饱，啊，你差不多爱食药啊，我来替你停水啊。哪有人安尼啦啊！新房头一句话就叫我食药啊！啊，你即马本来就爱食药啊！哪有才管时间？你看我的身体恢复到遐尼啊好，遐尼啊紧，当作我是抓狗的啊！啊无嘞，就算讲你即马毋是抓狗的，敢讲是替拍的啊？啊，阁有啦，毋知影是啥吼，讲啥物是新房要用公主抱，即马嘞？今嘛是无法度公主抱了，啊，不过会当老贝少啦，我爱你。我才不爱嘞，我讲过我要浪漫公主风，我就不爱什么民俗风。不管啦，我就是要公主抱。那不安尼啦，等你当公主抱的时阵，我才做礼貌。啊好啊，你这个心心糖精哦，可以当吊胃口哈。来，我办法，来。来。今嘛无得公主抱，啊，唔过无讲一定爱叮当，安尼公主抱定格干袂？安尼啊，上好公家狗死啥着你？唔管啦，你今嘛先食药啊啦。小安娜，你有乖不？哦，上海小朋友就乖就乖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就乖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？什么奖励？来呀，来呢。我当然是阿妈婆应该做的代志啊。哎呦，你这么说，万一……不会用的啦。我是讲翕婚纱的，啊，你想啥？你今日我创的。哦，哎呦，那玫瑰不知你想啥？原来我种的是白哦。好啊，新新糖哦，足调皮的哦。调皮。想要欺负你的棉花糖啊？你真好玩。